元宵节前夕，在河北沧州的多支大鼓表演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精彩的表演。与前两届相比，本届大鼓交流会增加了以鼓元素为主器乐的落子、高跷、舞狮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现场洋溢着浓浓的春意。身着红色战衣、精神抖擞、铿锵有力的女子大鼓队吸引了现场观众的注意。心情特别激动，来的这个很多人特别高兴。今年感觉过年太开心了，感觉甲村的大鼓打得太好了，来自各个村的表演都特别棒，就是心情都是特别激动。